你以为这个小人真的是在我的意念控制之下跳动起来的吗？其实在筷子底下绑了一根鱼线，把筷子插进瓶子里面拉动鱼线就跳起来了。你又以为把两张钞票叠在一起，用剪刀从中间给它剪断，剪完之后钞票真的会自动复原吗？两张都变成了完整的钞票。其实在钞票的中间提前粘一段双面胶，涂上面粉，剪断的同时它们就会连接起来。你不会真的以为我把香烟吸进了鼻子里面吧？其实这是一支仿真的香烟，跑到袖子里面去了。你以为把一支香烟塞进去，盖上盖子再打开的时候，它真的会变小吗？其实这也是一支仿真的香烟外壳。你以为中间这个圆圈是黑色的，其实旋转一下上面的圆圈，底下就会变出一只大灰狼。你以为这只大灰狼是凭空变出来的吗？其实这只是用了电影院 3D 眼镜的原理，两个透明的镜片旋转到特定的角度，它就会看不见。不信的话，你就找个 3D 眼镜试一下吧。